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，外贸进出口开局平稳。据海关统计，今年一季度，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.42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0.7%，其中出口5.23万亿元，增长13.4%，进口4.19万亿元，增长7.5%。